不管是较早还是即马，就算你的靠山搁拍哪大，我也是办法给你修理。别急别急，我来啊！我是好心要来给你提醒的。买是毋是随在你？你这卑鄙小人，见鬼了吗？你的播报时段由我来接手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Jimmy， 免得啊 ！Jimmy 叫个这么亲呐？罗志汉，咱五年无见面啊！啊，你讲话敢需要这种口气啊？敢袂当卖过伫我面头前？人晴天一转来哦，要做一个气象主播呢，啊，无你有啥物怕啥？我会当对你做你的助理啊！我每一天拢在忏悔，也就忘乎我家己。咱大家做伙共同打拼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跟咱同心一路到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是不是有心情小说好啊？我今天来这，就是要做生意的重要，因为我从来拢无对你放弃的想法。你哪会变成功啊？你今嘛想的？赶紧抓一个对恁爸爸有帮助的新妇。啊，不过这跟我家己情侣是两项代志。你是按说搁要参出去讲，我来退休我讲白啊。Lucky Penny， 一回来台湾就捡到这個，应该就是要对我讲，今嘛就是回来的好时机。Jimmy， 免得啊 ，Jimmy 叫我这么亲啦。罗志汉，咱五年无见面了呢，啊，你讲话敢需要这种口气啊？敢袂当卖过伫我面头一面去啊？我会当对你做你的助理啊。为着我是有政治的，那你马上是学以致用。伊个确定伊个心是我伫个对一边进前，你上好是唔通啊？凊彩了是袂通着发生个。那是互伊甲我白做伙，无说你甲伊拖落水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大仔我足巧诶，知影用一个假冒行政的名义调 email 互朱晴骗，哪无伊这么搞猜疑？嘿，那有可能这么简单就相信我？拍子拍子，我来啊！啊，朱晴骗呢？那到今摆都无看到人啊！准备开天窗哦！哎，大姐，什么关门啊？你的播报时段由我来接手。